现在是早上6点多钟，我们已经到大埔区开始等车了。根据港铁的安排呢，今天每三班北行的列车有2班会去罗湖，有1班会去落马洲。然后我们从这个列车的时间上来看，大概差不多是7分钟就会有1班列车。好，我们现在上车啦，那等一会儿就跟大家在罗湖站见了。好，我们现在是已经到港铁的罗湖站了，可以看见这边有一些图深圳的标识，有港铁的工作人员举着牌子告诉大家需要填健康申报表，然后站内也有牌子，有健康申报表的二维码，大家可以扫码填写，还有一个柜台，这边有工作人员会教大家如何填写这个申报。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健康申报的界面也是发生了一些变化，新增了一个是否往来香港及澳门人员的选项，然后最后的那个48小时核酸结果的选项已经被去掉了。